晨，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当中，我们愿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。一段时间我要邀请大家可以从座位上站立，让我们一起用方言，会用灵歌，会用悟性，我们一起来欢迎神的同在降临在我们当中。早晨我们扬起我们的声音来到这位万军之耶和华的面前，圣灵，我们邀请你，我们邀请你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你是我们的中心，你是我们的依靠，今天早晨我们要遇见你。深爱你，从头来说，圣灵，请
生命啊，我好爱你，我的灵让你牵引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，我要追求你，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。请祷你所有的情感。
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一起拍手，欢迎神的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当中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相信你的圣灵现在就在这里。我们邀请你，我们邀请你，哈利路亚！让我们一起同声拍掌来赞美我们的神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相信你现在就在这里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相信你现在就在这里。你要降下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，你要赏赐一切给你寻求的人。阿们，一起拍手。充满我们中间，你高全能。
在我们中间。谢谢，来拍手。在恩典深处，困难都变为精神。身体恩典降临，喜乐充满我们中间。主啊，你是全能的君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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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啊，你是
荣耀展全在这里。主啊，你就来成的神，我们敬拜你。主啊，你就是我们力量的源头。荣耀展全在这里。好不好？有没有一段的时间继续的来赞美我们的神？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你更新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你掌权在这里。主啊，你掌权在这里。主啊，你荣耀掌权现在就在这里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早晨我们就要来呼喊你的名。早晨我们要来说，主，你已经掌权了。主啊，基督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。荣耀的君王，主啊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说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面前，
在你里面要得着释放。主，愿你现在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你来医治，你来释放。自由的动工在我们当中，主，我们愿你的荣耀降下来，主，我们愿你亲自来更新我们，
开始怜悯，给我机会回转向你。
是使我们盼望你的应许，黑暗中曙光，你闭着眼看，侧耳听祷告，这百姓是你所爱的，你的心事是我们盼望，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，你闭着眼看，侧耳听祷告，这百姓是你所爱，你的心事，你的心事，主啊，今天早晨我们谦卑地来到你面前。
你转移，不发你的烈怒。你是主，你是救我们的主。极难之中，极难之中，我们会转向你。你是主，承认你是主。求你转移，不发你的烈怒。你是主，你是救我们的极难之中，极难之中会转向你。高举你的名在全地，因为唯有你的名配得。
空义，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。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。耶稣全柄统管万有，配得荣耀尊贵颂赞。我以心灵诚实殷勤敬拜，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，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尽情地敬拜你，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要来敬拜你。我们说主啊，你是权柄统管万有的，你是坐在宝座上的主。我们说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单单的奉献敬拜在你面前，我们选择降服在你面前。主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愿你悦纳今天早晨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和祷告。谢谢主，你继续动工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